Wow.谁喜欢我？身高还不错，我感觉我心跳加速了。孟叔，大家好，我叫陈野，来自重庆。哎，我是重庆的，今年25岁，然后目前从事的是狗超主理人。你确定你不叫陈嘉尔吗？他们很多人说你长得像。发型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像像。我就是我，跟所有人都不一样。哦，不一样的样子。这个回答也很加分，对不对？对。二号，陈毅也是吧？哎，阿姨好。好帅，好阳光，我一看就是我女儿喜欢的类型。等等我，我你妈妈好了解你哦。谢谢阿姨。也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让他们评委开表白。六号男嘉宾你好。哎，你好叔叔。我的女儿她也特别喜欢去重庆，特别喜欢吃重庆的火锅。我特别喜欢吃川菜。那么你这么年轻，我想了解一下怎么就开始创业了呢？挺有勇气的。我小时候出来的早，因为我跟我家里面的关系不太好。就是我从小是一个叛逆的孩子，看得出来。然后叔叔如果喜欢重庆菜的话，我做饭很厉害，火锅什么的我都会。哦，好了，有机会尝一尝你的手艺。会做饭，会做饭的男孩哦，很加分呐。我们重庆男生很好的。你看他有多耿直，为什么这么年轻创业了？跟家里边关系不太好，我很想知道你们家亲友团谁来的。我爸爸跟我朋友。你也真敢说。就你爸爸在，他也不介意说我跟家里关系不太好。